来自天狼星信息。关于最后战役正在进行中，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亲爱的人们， Salamat Jawi。 处于永恒的欢乐中，一些很大的变化正在地平线上发生。那些一起迅速将新 Nasra 共和国完成的人十分接近这项艰巨的工程。这些勤奋的爱国者的目标是尽快完成此工作。到目前为止，一般由两部分所组成的第一部分资金现在已完成，下一部分有望在不久后完成。根据那些知情人士说，所有的管理资金一旦完成，此 Nasra 共和国就可以会正式宣布这个项目会正式结束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 Fed 以及迫使1871年形成事实上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歇业。这个法案仅允许每个美国人摆脱债务奴隶，并且开始快速移至一个自由和繁荣的新美国联盟成员状态。这个过程也会使得五角大厦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放弃战争，并在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让所有的士兵返回美国大陆。和平将在这个世界被恢复，一个新的黄金所支持的金融和货币体系将成为常态。因此，天堂的神圣法令将在地球上显现。这些奇妙的变化有助于 Nasra 传播全球的概念。这些新政府会让世界 UFO 的掩盖终于结束。我们打算使用这种新的方法，为了这些新的政府和我们之间一系列公报的开始。天堂已经在你们历史记录的这一刻制定了一张时程表。你们的政府将开始释放一大堆已被隔离超过一世纪的科技。这项科技会借由我们必须提供给你们而被增强。我们要求所有这些发明都被使用，首先要用来清理盖亚地球母亲的空气、水和地表。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盖亚的许多生态系统会再次成为蓬勃发展的元素。这一发展可以结束过去80年来一直困扰这球体灭绝的巨大周期。这是一个去介绍对你们全球承诺很好的方法，以建立一个成功的、真正的原始世界。这是你们能够在现实中开始你们的人道主义项目，致力于与其灵性和星际家人的一家团聚。因为你们的历史朝向着新的可能性，你们需要一个方法去更好地理解发生了什么。很久以前，亚特兰提斯人剥夺你们所有的答案，那是你们每天都在问自己的。你们的历史是由黑暗势力和他们的朋友阿努纳奇 Anunnaki 所操纵。当导师们到达的那一刻，就是你们许多困惑被解答的时刻。他们将会回答，首先通过扬声大师们的课程，然后经由我们的导师们。答案就是阿努纳奇是多么肆无忌惮地以一种以及其他错误扭曲的方法去操纵你们。这会结束你们每个人来自你们的父母和朋友，以及自从你们遇到来自传道人所接受的疯狂信仰。我们所要说的是，你们将能够为光带来一种新的管道，那是来自盖亚的阿卡西记录大量档案的一部分。为了你们的利益，这个新的智慧会给予你们一个真实感觉到降临到他身上所发生的事。自从亚特兰提斯最后的日子里，所有许多重要资讯都将成为一个活生生你是谁的历史。你们移动到全意识就是需要开始的下一部分。
你们所遇到的许多阳生症状是一个非常小但却是非常必要的部分，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正在发生的是新的管理和一个奇妙的繁荣所强调的新现实。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你们所面对的每一天，你们需要带着这一切从中学习，学习一种内在的洞察力。这关键就是要开始去认识你自己，超越你们所创造的旧信念。你们正在一个注定去打造一个全新的你的行动中，这是你们第一次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一个存有。它可能会让人困惑，这就是为什么首先是大师们，然后是我们的导师们，需要对你们解释你们将会遇到的许多新现实。这是一个过程，这会大大地挑战你们的旧信念，然后解释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会是将到来的一套让你们进入全意识的新概念。何时？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你们的世界正逐渐的改变，黑暗势力用于运行在这个邪恶的现实将开始从这个世界消失。我们感谢你们，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为着你们已经完成的，随着来自我们外星和地心世界表兄弟的帮助，他们已采取你们奇妙的视觉化效果，为了改革后的现实，并加大他们可以改造这令人发指的现实的地方。这些变化是我们许多人的共同工作。你们这些奇妙的能量，正是那些正在转变这个领域的能量的基础。这个奇妙的变化正是你们的地表世界可能出现一些调整。当然，最主要的一个是你们的金融和政府系统的改变。这些改变是为了让你们从你的债务奴役和一个沉重的贷款系统中解放你们。这种自由最终将使你们达到你的潜能，成为你们真正神奇的存有。我们的大师们永远感谢天堂为我们所做的。在这个领域结束黑暗势力的漫长统治，亚特兰提斯人和他们黑暗的盟友主要是要降低我们到永久被奴役的水平。早在这一犯罪行为完成之前，亚特兰提斯就已经跌落很久了。接下来的13000年，他们的继任者又未能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天堂正移动你们所有人返回到你前状态，监督所有这一切是我们神圣的特权。你们每一个人正朝着这一最崇高目标取得进展，这一境界正充斥着这些水晶孩子们的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稳定这一境界，并将他们美丽的能量加在你们的身上。我们正运用他们的愿景和你们的梦想来改造这个境界，并让他做好准备，为了你们的星际家人的到来。我们未来的课程是要进一步扩大这些新的能量。这一切都正通往一个最神奇的时间。天堂已经向我们保证，这最后被欺骗的时间是不会持续很久的。事件正帮你们搞定了在进行，天堂正协助许多派系的意见，以确保对你们的承诺会在一个适当和神圣的时间交付。这些即将到来的事件是要建立大量的活动，并永远恢复这个境界。一旦实现了你们物理天使的奇迹，这个境界会协助这个星系对黑暗的 Onkara 儿童正式的转化。星号 Frank 补充住 Onkara 联盟是前银河组织，包括各种黑暗帝国、星际联盟和星际国度，致力于征服这个星系。这将允许这个星系转向光明，进一步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援助他人去传播这种欢乐。正是这种命运
那是我们许多世代所知晓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为你们每个人准备一个最令人震惊的转变。自从我们第一次让我们成为扬声大师的仪式，我们渴望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请求你们要积极并且采取必要措施，以加速这些改变。今天，我们简要地讨论了一系列几乎就要发生的事件。你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个转型期的世界。结束黑暗势力的最后战役正在进行中，胜利就要到手。期待你们的胜利，为这宏伟的庆祝做好准备。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